一向走在时尚尖端的流行天后蔡依林，近日首度出征米兰时装周，果然没让人失望。一天之内就变换三种造型，一下气质，一下又时尚霸气，展现十足的女王气场。有趣的是，佩姐连保暖装备都与众不同。蔡依林工作室的微博25号上传了一段影片，只见姐披着一张非常大张的金色铝箔纸，走在米兰街头，吸引众人的目光。去哪？去哪？直接融掉。这造型是，超前卫的穿搭果然引起热烈讨论，不少网友表示佩姐94狂，也有人说这根本就是最新的时尚单品，明天淘宝排名第一。而九零这次的米兰行，除了日前巧遇国民初恋秀智，她也和超模贝拉哈蒂德一起现身发布会。尽管两个人拥有17公分的超萌身高差，佩姐又大贝拉16岁，然而两个人站在一起合照，九零依旧气场超强大。据悉，蔡依林已经挤满了巴黎、纽约、伦敦和米兰四大时装周，以及维多利亚秘密秀等六大国际时尚盛事，成为华语歌手第一人的时尚大满贯。